再过两天就要迎来22岁生日的准寿星连怀伟，昨天原本要与我们连线进行一场走心专访，不料一切就绪只欠主角时，小哥哥在微信上羞涩请求采访改期，原因竟是村里水管坏了要停水一天，无法洗头洗脸的他就不能帅气营业了。为了证实真实性，他还主动打开了自家水龙头，果真是一滴水都没有呢。在等水来期间，小哥哥还跟我们唠了唠自己的佛系等待心情，甚至表示自己正在努力学习古人智慧，不愧是江湖人称效果 MC， 面对如此难关也能自得其乐。停水的心情吗？以前小时候经常停水，所以没有什么很大的浮动。今天下午看了一会儿孙子兵法。想看采访的粉丝朋友们也别着急，接下来两天我们会再次连线小哥哥，你们就安心等待一个洗完头的帅气连怀伟出镜唠嗑吧。